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奶姨。刚才取了一个快递，这是我平时特别爱吃的小零食，一会儿给大家拆箱看看都有什么啊。西梅干，3大袋西梅干。我一会儿给大家拆开看看啊，给大家尝尝这个西梅干的品质怎么样啊？最后我会跟大家哈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最后再说啊。这个西梅干哈，富含膳食纤维很高啊，Q 弹软糯，它是自然风干的西梅干啊。大家看一下，配料简单，仅西梅，拒绝乱添加。这一袋是500克，零脂肪，零蔗糖。打开一袋，里边有2包，半斤一包。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这西梅，来一颗尝尝，肉非常厚。这个西梅干哈，它含那个膳食纤维哈，含量特别特别的高，特别适合咱们那个老年人吃啊。你看老年人特别容易便秘呀什么的哈，早上起来呢空腹吃那么7、8颗，如果那牙不好呢哈。拿水泡一下，把那水喝掉，然后一泡完以后，这个西梅干呢就膨胀起来了。你再一吃呢，哈，就没问题了，就不像干的这种感觉了啊。我觉得吃点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啊。还有那个孕产妇啊，也有这种哺乳期，也有这种情况，是吧？哈，有时候便秘啊什么的哈，吃点这个有好处，是吧？哈。我平时这些东西，就尤其这个西梅干啊，我是不断的啊。你看刚才大家看见又3袋，当然了，这里也有给妈妈的，这也是哈，妈妈也爱吃这个西梅干。我跟大家说那个好消息啊，什么好消息呢？以前呢，我们下单哈，要是买3包的话是94.4块，现在呢哈，我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福利，我给大家看看手机啊。大家可以在我的橱窗和我视频下方呢找到这个购买链接，这个西梅干的，点开，在这个购买页这哈，选择这个1500克的，也就那3包的啊。你看这后边写着恩纳姨粉丝专享，加赠一盒黑芝麻饼，也就是1500克这3包的西梅干，赠送大家这个黑芝麻饼啊，这是蜂蜜黑芝麻饼。这是恩纳姨哈第一次和电商给大家争取下来的福利啊！如果我们要是单买这一盒黑芝麻饼哈，是24.9块了啊，还是挺合适的啊。但是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啊，这个只限于啊，咱们2023年的8月5号早上7点到8月6号的晚上24点，就这段时间下单呢哈，可以享受到。这个赠送黑芝麻饼的这个福利啊，大家呢别错过，因为之前咱很多的网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西梅干儿哈，也都是吃完一次买一次都复购，哎，有这个机会呢，大家呢就复购一些啊。黑芝麻饼也非常好吃啊，本阿姨也是就是特别喜欢吃的小零食之一啊，我给大家尝尝这个啊。又酥又脆的。您买完西梅干呢，赠送您那个一盒这个黑芝麻饼，吃了好吃呢，以后自己单独下单买这个黑芝麻饼啊。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呢，我就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我也放在橱窗里，大家呢可以自己选择去下单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